怎样？怎么啊？我在我朋友。怎么样啊？他车子不见，我们要叫我们。熄火！熄火！熄火！其实三天骑上山被警察拦截，紧张到连话都讲不清楚。这已经是他一个晚上被拦查的第三次。我们有我们的程序嘛？你是我爸哦，你是我儿子啦。我没有你这个爸啊，智障一样。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讲什么？我要公务。你刚才讲什么？来来来来来，没有讲。你刚才讲什么？我现在让你把他公务下来。21岁的郭姓骑士深夜跟朋友骑车上山，他没有机车驾照却载朋友无照骑车。第一次在10:35被警方拦下来，发现乘客没带安全帽，他也没驾照。11点被拦第二次，过了5分钟，他没再怕，还三天骑上山，这回直接用不雅字眼辱骂员警，当场被逮捕。他可以叫我爸爸，会让我逮我。我们会，都会。他们可以叫我爸来保吗？会。郭南英不满连续遭到举发。 而已不雅字眼侮辱本所远警，知道自己真的出事了，才知道要叫爸比来解决。警方算一算他的违规事项：无照骑车、乘客没带安全帽跟危险三天骑上山，开出6张罚单，最高开罚73600块钱。这下在疼爱他的爸比看到1.65万的巨额罚单，都会要儿子先检讨自己，再来喊爸求救。记者叶振宇、林智慧高雄报道。 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。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、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